刚刚逛完稻荷神社，现在要回去休息，非常的热。然后稻荷神社超级多人，超级多人，不过还是很厉害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买什么饮料？刚刚我们都把水喝完，实在是太热了。今天是第三天，现在是晚上的 Kyoto。 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很酷的阿姨，她是台湾人，然后我们一起共进了晚餐，还一起逛了京都车站，现在要回旅馆洗衣服了。现在是宵夜时间，因为在等待着要去洗衣服，还是宵夜，还是两碗妈妈之前吃过的泡面，还有。
要去排队买票。然后这边是十六游免费的风景区，看下去其实就还不错，但是我现在要去六十楼看风景。然后这边楼上有一个美术馆。阿部田ハルカス展望台ハルカス300へお越しの皆様、ジャニーズですね。僕たちはこれから皆様を45秒で展望台へご案内します。展望台はもちろんといっても景色が最高です。360度ガラス張りで空中散歩してる感じになるし、58階の天空庭園吹き抜けになってて空も見えるから気持ちいいよな。ここでしか食べられへんメニューもあるよな。ヘリポートは僕らがデビューイベントをした思い出の場所やしね。うわぁ、ぐんぐん登ってんだ。もう着いちゃう？お前はもう60回やね。さあ、それでは皆さんも素敵な思い出いっぱい作ってください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はるかのパンね。我们到了自己脚踏车上，这个才是自己。这是一条没有很大条的路，有我有看到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
买个100块还打免税啊？啊，100块一定要免税一下。